程的第四天，那一早享用好早餐过后，我们就来找壁画。今天看到吗？今天是来拍壁画的。然后，姐姐已经是在你看那边对面等着我的那边，走 ，stand by 这里，有很多人就在排队，你看。所以，期待照片你享受的过程吧。OK。现在有点微风，然后一边走路一边被风吹，还蛮爽的。现在我们继续前往找我们的壁画。我们现在要过马路，然后对面就是信州桥了。可是我不知道要怎样过这条马路。来带你过好吧。刺激的过马路，就拍风景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因为我们找了好几天的拉萨，然后这个姑婆看到拉萨就已经变神经了样。我跟姐姐说的是我们的家乡方言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最后你到底是吃乐沙还是虾面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来看看我们身后这位小姐，已经疯了。来，你们看看后面的景象。今天这位小姐她已经卸妆睡觉了，看，所以就由我来带她，跟大家说晚安，我们就睡觉啦，晚安。
安，各位，今天是在槟城的第五天，也就是等于是最后一天啦。趁现在要上飞机前有距离四个小时，然后就来一间咖啡厅来享用我们的早午餐，因为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。然后吃好早餐呢，我们就去坐三轮车，然后就要结束我们的槟城之旅了。这间我的咖啡馆好吃，太阳很大，走吧，我们去山上炸鸡翅，去搭我的步步车。还有一点火。跟那个师傅已经成为好朋友了，然后已经谈成一片天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去找壁画。来了来了，到了。等候区啦，然后这几天的槟城之旅就这样结束了。一直陪伴我看到这里的你，然后也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影片，记得给我点赞、分享以及订阅我，然后感恩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